海拔3200多米的唐家河高山草甸，是四川羚牛生活的家园。全世界一共只有几千头羚牛，大部分分布在中国。唐家河养育着大约1300多只四川羚牛，它们是中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，和大熊猫一样珍贵。秋季即将来临，草甸已开始枯黄，羚牛群开始迁徙，它们要去山下更温暖的草场，那里有着鲜嫩的植物和清澈的水源，还有一种它们更需要的食物，盐。盐和草本植物一样重要，都是赖以生存的保障。去草场的路上，羚牛们被湍急的河流挡住去路，然而这是到达草场唯一的道路。面对滚滚的河水，羚牛们毫不畏惧，勇往直前。成年羚牛体重近300公斤，在激流中依然需要奋力挣扎才能过河。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能安全度过食物短缺的冬天。河对面这片广阔的草场，就是羚牛们冬季的栖息地。早一步到达这里，意味着更优质的食物资源和更安全的过冬保障。白天，羚牛们隐匿于竹林灌丛中休息，清晨和黄昏出来觅食，但它们还要寻找一种更重要的食物——盐分。碳酸盐埋藏在石灰岩和泥土中，羚牛们不断地刨开地面，获取更多的盐。盐不仅能增强羚牛的体质，还有更重要的价值。秋季，植物的种子和果实相继成熟，但其中有部分含有毒性。一旦羚牛误食含有毒性的食物，天然盐分中的无机盐离子能中和消除一部分有毒生物碱，保证羚牛的安全。因为喜爱舔盐，羚牛在当地人的传统中被称为食盐兽。但是盐分的资源很有限，羚牛们经常因为抢盐而爆发斗争。羚牛看似笨拙，但真正的冲击力能瞬间撞断一棵直径10厘米的树。惊人的爆发力与呆萌的外表形成截然反差。吃饱喝足后，羚牛们开始安然嬉戏。羚牛群有一个特殊的方式，他们将新生小羚牛集中交给几位成员看护，这种方式被人类称为羚牛幼儿园。小羚牛们在这样的大家庭里相互学习嬉戏，他们将在这里安全长大，成为族群未来的希望。曾经人类的过度活动让羚牛们难以生存，现在这里早已没有人类的打扰，他们才能这样久久凝视着我们。